你看够了没有？看够了。看够啊！白天在家里面休息了一天，晚上又出来逛街了。嗯，其实我这里我都没来过，就在我们村这里啊，我都没来逛过，真的。嗯，这样背下去。那我们今天就来啊，这样子就来这里逛一逛。来，上来。晚上都不用煮饭了，出来这边。听说这里有好多。对啊，我妈说这里吃了好多啊。不过下午逛也好热，除非你一直窝在商场里面。现在就凉爽了。哈哈，耶！这个都现哇！哇！好兴奋呢。哎，这个人你看，看这个脑袋瓜。摇摇，开心不？今天憋了一天了啊、哦！你这最近已经放飞自我，得收收心了，要回家了啊、哦！回家我看你去哪里玩。不是哦，泽泽，我们现在找个地方去玩去。下来吗？下来呀、啊！下来啊！看到这里你就，昨天晚上也是走到这里就哇，兴奋的很嘞，哇呀呀呀车！哇！涵涵，耍赖皮不下来了是不是？有鱼鱼，刚刚你也不玩了，我要走了，我跟妈妈走了，拜拜。你有的玩你就不要妈妈了是不是？妈妈鱼，妈妈鱼，妈妈走了，走，我们去找妈妈。哦，去不去找妈妈哦？涵哎。林哥，你儿子的压根就不要你了。哎呀，他一出门就不要我了。啊，你现在又放飞自我了、哦。今天白天关了你一天了是吧？我就知道要哭了。哎，你看那边。那边还有啊、哦。那边还有。还有，走。那边还有，走了啊。你就锁定这里，哪也不去了你。那边还有好多好玩的。走回家睡觉洗澡澡好吗涵涵哟走回家回去了吧回去来走回去了有我发现你老是那个头发给人家捏一下捏一下我的头发都被拔了好几根了你看什么那里、哎、那里有人哭是不是有个小朋友没乖你叫他不要哭啊、哦、你看头发好了你要早点走啊涵涵，你弄啥嘞？那是我的，去找你妈妈要。我的在这里。哎，我们在这里。哇！舒服吗？哎呀，看哪里？哦，要看到下面有什么人呢？你拿我的干嘛？下面有车车了，嘿嘿嘿，提着就走了呀。哟，哎呦，你真的真的。你快找伞去。嗯。走。走哦。哎呀。哎呦。哎呦。好，青青拿不动了，就给青青了是吧？拜拜。现在在厦门，白天出门也好热了，真的挺热的。除非去商场吧。我女儿今天开始考试，明天还考一天就放假了。但是现在有个棘手的问题就是，她就是还要跳舞，30号那一天要跳舞。所以昨天一直跟我讲，妈妈，能不能商量一下，我们30号走，跳完舞就走。啊，太难了。今天也一直在说，昨天也一直在纠结这个问题。她很怕，就是说。我又抛下他自己出去玩了。哎呀，我告诉他妈妈也是出去工作的嘛，但是小孩子其实他还不是很理解吧，到时候再看一下吧。如果可以的话就等到30号，实在没办法的话就提前出发了。但是就怕小孩子的那个练舞练了几个月，然后到了30号那一天要表演了，突然不去好像也不太好，应该会有点遗憾吧。叫我干嘛？你叫我干嘛？涵涵，啊，叫完我又不理我，那我走了哦，拜拜。啊，再见。啊，拜拜拜拜，走，我们都走了，把涵涵留在这里。哎，走神了。
看人家跑步呢，走，带你去看，走，去看人家跑步，去看美女好不好？嗯。啊，好不好？好看美女去走下来。明白了，就是要看美女，你看。啊，我沾你的光去看美女啊？不是我要看，是好好要看哈。人家好像不去，你还说好好要看？好好要去看啊？啊，走走走。他想去看，但是又怕。又不敢去。啊。阿慧把人家女的都看害羞了。阿慧，啊，你面对面的站在那前面看，她一直笑，你不尴尬吗？我不尴尬，我不尴尬，尴尬的就是别人呢。航航好看吗？航航要看，我带航航去看。好看吗，航航？耶、yeah, ，还要看，还要看啊？好，还要看，走，航航，好，还要看。你看够了没有？看够了。看够啊？不用再看，再看一会儿啊。哦，没看够，咱们再继续看啊，好不好？这不是我的，给我的嘛。好、啊，你看完美女了。好、啊，宝宝问你那边好不好看哦？好看哦，好看。改天宝宝还带你来看哈、啊，只要你喜欢看，宝宝随时都带你来看啊。我看鱼。啊，看鱼啊！我不喜欢看，我就是带航航来看啊。你要顺便看一下、哦。不，我不看，我不看的。你是怕睡客厅吗？我不看的。你说，啊、你爱不爱看？看、哎，你告诉我，航告诉我，阿伟爱不爱看？啊、你拿回来还给我，我还要喝喽。要喝吗？哎呀，那个脏了，脏了，脏了啊！啊啊，青姨问你，那个啥？那个啥？不要再问了，反正就是你想看，爱看，不要再拿他当借口。出来的时候被挡起来高兴，回去的时候被挡起来不开心了，知道要回家了。走、嗯，吃饱了不回家吗？走。拜拜，再看那个哥打球了。还要不要去看美女？看美女看够了没有？嗯、看够了。怎么耶？你看这个太空人怎么耶？这样子啊？耶？怎么 ？Oh my god！ My god！ My god！ My god 是木头吗？走了不？吃饱喝足了不？走了。要请你要带我们去哪里玩？下一站。下、啊，走了。嗯，下，拜拜。我第一次来到这边，难怪很多吃的玩的，难怪我女儿一来到这边跳舞哦，她就舍不得回去了。我正她在这边跳舞。对啊，有时候我爸来接她，都已经九点了，她还不回家，她还要玩。原来有的吃，嗯、有的吃，有的玩。对，这里好宽的。跟同学跳完舞到处逛，嗯，因为她这里应该也差不多都是十点左右打烊的。好宽，这边，所以她老是要玩。